好，下面我们介绍个视频，把这张纸打开之后呢，看一下这条折痕，我们要拿出剪刀开始来剪，剪的时候呢，要剪到这个平面这里就行了。看一下，就剪到这里，剪到这个平面这里就行了。剩下的四个边一样的做法，把它剪，剪到这个平面。剩下的三个把它都剪好，都剪好之后呢，下面来沿着这两条折痕往里折，像这样子。剩下的四个一样的做法，折好之后呢，翻过来看一下，现在呢是一个五角星，我们把它竖一下，看，这样子。竖成这种形状，再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五角星。然后呢，看，哎，就这样竖成这个样子。然后像这个形状呢，它有长的，有短的。我们看长的这两边，先把它竖起来，然后撑开，压平。中间这里有一条线，要和这条线对齐，然后折过来。这边一样的做法，先竖起来，然后再撑开，撑开之后，然后呢再压平。然后剩下的一样的做法，折好之后呢，下面我们把这两个边向中间这条线折一下。折好之后打开，撑开，往里折，上面这里顶端这里折尖一点，然后压平，再折过来，就是这两个，翻过来一样的做法，两边往里折，折好之后打开，再从这里撑开，两边往里折，顶端这里折得尖一点，然后压平，再折上来，剩下的都是一样的做法。都折好之后呢，看一下，把其中两个这样拉起来，拉一下，然后按一下，再沿着折痕折一下，就被我们折进去了。没看懂的人再看一遍，看其中两个拿出拉开，然后压一下把它压平了，然后沿着折痕把它折进去，剩下的一样的折法，都折好之后我们翻到这一面空白的这一面，就这一面，然后把它管边往里折，剩下的一样的做法，全部都折好之后呢，把它再打开，把它脱，我们就折好了。下面呢，我们来做这个小棍，拿出一张纸，把它卷，卷成小棍。卷好之后，把这里粘上一些双面胶，然后卷起来，小棍我们就完成了。拿出几张纸折出，用剪刀剪，剪出叶子的形状，然后呢，将叶子对折，边缘我们要剪得稍微尖一点。就是这样子，把它都剪好，都剪好之后打开，然后呢看一下这个叶子上面呢，我是用马克笔画的，你可以用马克笔离这个颜离这个绿颜色要深一点，然后在上面画出这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把这个画出来，边缘再涂的深一点。三片叶子我就已经画好了，下面呢我们来折下面的这个，拿出一张绿色的彩纸，将纸对折打开，两边往中间这条线折一下，折好之后两边再往里折一折，然后中间粘上双面胶，把它们对折，就折好了。然后呢，再把这三片叶子给它都粘上去。叶子粘好就是这个样子。下面呢，我们来组装。下面我们拿出两节卫生纸，将纸对折，对折好之后再对折，然后再对折一次，把这卫生纸卷在这个小棍上，卷的时候要涂一些胶。卷好之后，我们把这个卫生纸插进去，插进这花朵底部这个洞里去。卷好之后呢，像这个卫生纸，我帮你卷的时候，卷好之后插进去看一下，发现有点长了，上面被我剪了一点。如果说你发现你上面有点长，可以用剪刀剪掉，剪掉一些，插进去捏了一下，看行不行。然后我们还要在这卫生纸的边缘粘上双面胶，我们把这卫生纸插进这个洞里去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把花托拿出来，底部用剪刀，用剪刀剪掉一点，在花托的这五个地方分别都粘上一点双面胶，然后再把它粘上去。看一下，我都已经粘好了。下面呢，我们拿出牙签，在这花托其中一个地方把它卷一下，这个样子。剩下的四个一样的做法，都把它卷一下。卷好之后，在这花托的底下再粘上一圈的双面胶。再拿出一个小长条，再粘到这个双面胶的这个地方。下面呢，把这叶子给它再组装上去，就是这个地方粘上一点双面胶，把它粘上去。这款玫瑰花我们就完成了。